主料：鸡皮200克，鸡肉末3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胡椒粉、生粉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准备鸡皮，将鸡皮摊如竹签挂起来晒干，晒干的鸡皮鸡肉搅碎，用生粉、胡椒粉、盐拌均匀。晒干的鸡皮肥油都没有，将拌均匀的鸡肉铺上晒干的鸡皮上。小煮锅热油，将鸡块放入炸至金黄，炸好的鸡块将鸡块炸进即可。这款脆皮鸡皮酥脆肉香嫩，虽然晒鸡皮一点麻烦，不过比起直接炸鸡块却少了很多油腻，而且口感特别酥脆。烹饪技巧无需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